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我是主角，所以我都会想要哭这样。那接下来呢？我再唱一首台湾族的古调，可以吗？还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很喜欢的，就是台湾族的选择哈，就是精挑细选。这首歌在早期的时候呢，这首歌在早期的时候，是因为有一个老人家，部落的耆老，他生了很多的女儿，然后他就很喜欢在傍晚的时候，坐在石板屋上面，对着刚刚从山上回来的年轻人唱这首歌，因为他在挑女婿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并没有选择他的女儿哈，所以他就很伤心，很伤心这样。Oh.
的这首《天下雪》，怎么可以在台上吐石榴呢？真的，应该要随身携带那个粉饼才对。我先补一下，这样一亩田是吗？好，带来这首歌呢，我。